中华民国的中华，我是谁？朱毅。哇，好感动。还好你们在德武。好，快，这会就要结束了。那好，五招就要结束了。我也舍不得你。那好也没有用。好，很开心大家会来，然后。不管如何啦，不管你是被逼的，还是被带来的，还是路过，然后外面下大雨，然后进来躲雨的，不知道。然后很开心看到今天那么多人，然后可以来第一场不一样的演唱会。好，刚刚唱的歌都听不懂没关系，我来教你们好不好？现在唱最后一首歌，一起玩好不好？这首歌。有一点重要的单字叫改油病，他们主讲女生叫改音，可是唱歌的时候会特别加那种改油病，因为在特别形容女生的女孩子的。好，一起讲改油病，来，改油病，很棒哎，我们就改油病。什么？自己输你。自己阿伯米爹的台湾店。空房吗？阿伯西瓜输你爹的。我不怕台湾被进入了，阿弥陀佛。还有什么？大家好，我是苏敏，我来自台湾。好，不要讲，我英文比较烂。好，啊，要学要学啊，大家都要学好不好？来，我唱黑，有时候就回答改一下好不好？嘿哟，嘿哟咦。好，后面再用英文来唱。乌拉安哥乌拉安。我来。替你们担下这件事情，给大家。你看，嘿哟，加油咦！乌玛嘎乌拉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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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都唱好。没有收获了，就可以回家。妈，我学了一句外国话哎，什么？阿美族的话改游戏，阿美族是外国话。好，我们再一次欢迎刚刚的所有的舞蹈老师，我们来一起唱这首。